对于打学生这个巴掌哈，我印象当中真的是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蛮伤自尊的啊。所以刚才说美珍，美珍妈还说什么哈？我真的我说我不服气，我难不成我那时候23、24岁，因为我在做他们训导主任的时候我才23、24岁，秀峰国中、非常非常的年轻啊。我想我一直在想，我这么年轻的时候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吗？可是我印象中是没有啊。但人家如果一定要说有，那我就哪天那就把学生找来，大家恢复一下记忆啊，开个同学会啊，对，恢复一下记忆了。那么因为我确实有打过学生，就打手心啦、打屁股啦、这个有，那么可能有时候火气大了、打得比较重也有可能啊。如果有的话，当然如果以前曾经犯过这个错误，当然我们要表示这个歉意，哎呀老师对不起你啊，真的是老师也是年少无知啊。